看起来应该没有那么惨烈，怎么可能会点这么惨烈的歌曲呢？带这首半耳音的歌曲《黑犬》。说明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这首歌是他点的，一直讲黑犬。半耳啊，那不是那个乐器一半吗？那耳音。Thank you.
Thank you.